弥陀要解呀、这是我们净土中的这一部重要的经典，就是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我们是前面那一段呢，基本都学完了啊。下面这一段呢，讲的是这部经的体义啊、变体，还有它的宗旨是什么？因为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呀，都是学这部经典啊。那么就不是不修净土法门的呢，那个寺院道场啊，晚课呢也读这部阿弥陀经，也学这部阿弥陀经啊。世间的荣华富贵呀，你通通都得到了，但是它的失去。佛法你得到了，那是珍宝啊。世间荣华富贵不是珍宝，为什么？它有得就有失啊。佛法是珍宝，它教你常乐我净的，涅槃寂静的，往生极乐世界的，回归真的永恒不变的净土。好，那么我们下面这个来学变体啊。这个变体呀、也就是现代哲学书里面所讲的本体论。在经典里面这一条很重要啊，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一段里面要告诉我们，佛说这部经是根据什么说的？换句话说，理论事实的依据要在这一条给我们辨别清楚。我们明了了对于佛讲的这部经，才能真正的产生信心，然后才能依教奉行的。所以呢，这一段非常重要。变体，体就是经的理体，理呢是道理，经之理体。在下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它学得很清楚啊。为什么我们学佛还会有问题？就是体呀、这个理呀、理体你没搞懂，这最重要的理体，也就是大乘经里面讲的一个体相用啊，这三个字你要搞懂了。为啥学佛会迷信呢？你不识本性啊，不识本性就是不明白是这个理体，要懂不？不明白理体。也就是说，你不明白是理，这个理就是体，你不认识本体，也就是说你不见性，你怎么能得利益呢？你怎么能不糊涂呢？大乘经皆以实相为正体，这里面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所有的大乘经呢，都是以实相为正体的，《楞严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法华经》啊，《无量寿经》啊，《金刚经》啊，大乘经典啊，通通都是啊，以实相为正体。这一句呢是总纲领，所以一切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所以大乘佛法就没有分别了啊！你学哪部大乘经，它讲的都是实相，要听懂。我跟你说话就很直白了，你一听就明白了。那你读大乘经典，要明白什么呢？明白实相。你读所有大乘经典，通通都是啊，以实相为正统。让你表达实相，实相是什么？你要知道啊，不是自性啊。
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由此可知，这个理论的依据再真实不过了。佛没有给我们说别的呀，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呢，就是我们自己，宇宙就是自己生活的环境。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才知道大乘经与我们自己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的，是我们一生当中必须要修学的。为什么呢？我们不能不知道自己呀，不能不明白我们生活的环境。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认识我们生活的环境，你叫觉悟。你不认识你自己，你不了解生活的环境呢，叫什么呢？叫迷惑。他学佛，那你认识别人，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生活的环境，啊，叫觉悟。迷惑呢，你就决定颠倒了，你不了解，啊，你不认识这个自己跟生活的环境，叫迷惑，迷惑叫颠倒，迷惑颠倒，啊。什么是颠倒呢？把真的当作假的了，把假的当作真的了，这就颠倒了呀。真妄颠倒了，把正法当邪法了，把邪法当作正法了，邪正颠倒了，把善当作恶的，把恶当作善了，善恶颠倒了。就是经里面常说的迷惑颠倒了。迷惑就是对于实相不知道，所以拿这个标准来看，大家看我们学佛，那我们不就是迷惑颠倒？学佛的迷惑颠倒，为什么？不了达实相，不认识自己，也不了解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不就是迷惑颠倒吗？这怎么能得利益呢？所以我们迷惑了，啊，处事待人接物，啊，在思想上，在观念上，通通都发生错误了，这些错误就称之为颠倒。你说多可怕？迷失本性，追逐外尘，就叫迷惑颠倒。对人对事对物，用什么样的心呢？你迷了以后，用的是执着妄想心，啊，这就是迷惑颠倒。大乘经里面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可见在所有教育里面呢，再找不到一种像大乘教育对我们这一生更密切、更重要的，真的就找不到了。所以佛呀，在《观无量寿经》净业三部里面呢，教我们要修三福。菩萨修的三福里面呢，就是要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只有读诵大乘经典，才能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为什么？了达实相。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知道这个事实，没有不认真修学大乘，才知道大乘经的真正殊胜的利益。我们不愿意听经的目的是原因。
你学佛呀，你不能识本性见本性啊。说实在的话，你忙活什么都是相声而不见性。读诵大乘经典了达实相的，那见性的，见性就离相，离相就正真了。见性的，见妄就见真。那一切时一切处都是佛的境界呀。为什么全妄即真呢？真能现妄啊。说你六根这种六尘境界都是佛的境界呀，无疑不是佛的境界呀。智性所变成现的呀，你明白了，妄就是真的，见妄就见真。古人现前依念心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非赤黄清白，长短方圆，非香，非味，非触，非法。那这一段话呢很难懂，而这段话呀又非常重要，确实是将事实真相简单明白的给我们宣说出来。实相佛在大乘经里呢将这个名实给我们做了个简单的解释。从体上讲呢，它没有相状，我们讲的本体呀，从体上说这段话完全讲的是本体。为什么我们听不明白呢？因为它讲的是体，性体，不是心性吗？它讲的是性，性就是体。那我们不识这个性体的怎么能听明白？人家说了你也不懂啊，但是呢你听，你听完你去体会就明白了。说你要用心听你才能懂啊，这个你要听不懂的话你怎么破迷开悟？说听经的时候要用心啊，认真听，要恭敬心嘛。你恭敬谁呀？恭敬你自己。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同学们下面玩，老师还是老师，同学就完蛋了。为什么？老师教到中学，老师都接下一批学生了，你呢回家放牛去。为什么老师上面讲你别玩吗？人家升学考大学去了，你放牛去了，回家大家打工去了。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你总有一个傲慢心，这个法师讲的我不想听，那个法师讲的也不想听，傲慢心脑中了，把你自己障碍了，谁也没听，那你自己听你自己的吧，你个邪知邪见，迷惑颠倒啊。我们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说听经不用心听，气入不进去呀。入佛之见就是你不认识本性，你不了解这个性体呀，你怎么能成？性体就见性啊，这是本体啊。这一段讲的非常重要，讲的本体，体性是本体嘛，讲本体论呢，那哲学家讲的本体论就是讲这个体性的。什么叫本体呢？啊，在哲学里面，这个名词是说宇宙万法从什么地方生的，世界从哪里来的，动物植物是怎么会有的，那个根源就叫做本体。换句话说，天地万物一切万法都是从那一个根本生出来的，这个根本呢就叫本体。我要一说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要理念佛呢？其实
我们大家不用心，你不用心能开悟吗？然后你心里面还要傲慢呢，这怎么能开悟？所以说学佛人要把头低下来，为什么比佛去呢？把头低下来，把我们放下。你有傲慢，你有我的障碍呀。这个学佛法必须得把障碍给放下，才能跟法相应。你谁也不服，上课听挺好，下课就开始胡说八道了。你根本都没有得用心听，没有恭敬心。说你不恭敬你自己，你怎么能得利益呢？你不恭敬佛呀，其实你不要说这话。你恭敬佛，佛得什么呢？你不恭敬佛，佛少什么呢？佛是觉悟圆满的人，他不争不紧的，不是因为你恭敬他就得什么，不恭敬他就少什么，没有，是你自己。恭敬心得利益的是你自己，你要意识清楚啊。所以你学正法呀，学佛法呀，你要有恭敬心啊。这个明白本体呀，一点都不难。我以前在跟大家学习当中，也就潜移默化的呢跟大家学了种种的比喻呀，让你明白。大家说，我们看到的长的植物啊，所有的植物在哪里长来的？植物在哪里长来的？你就明白了，植物在大地上长的，是不是啊？大地是什么呢？这叫本体。万物是依大地而生长的，啊，生长的万物叫妄象，妄象，妄象就是会变化的。大地呢叫实相，实相是不变的，实相能现妄象，妄象叫回归实相。你看长的万物。到后来不都回到大地上了吗？说大地上生了万物，万物不可得，实相不生不灭。所以你见到万物的时候，应该见到什么呀？大地。你见一切万物，你都看到大地了。那见相就见性，性就是本体呀。你看那树上结的水果，我们树上后山有梨树吗？你看梨树春天开花，花跟果，花跟果从哪长的呀？从哪生出来的呀？你就明白了。我也是这么明白的。看花看果就知道了啊，这花跟果是梨树，树是本体，本体它生出来的呀。本体没有花果，它就能生，能开花，能结果。你看，你更明白了。花可不可得呀？不可得。果可不可得呀？不可得。那就是妄象呗。妄就是生灭的，就是变化的。那梨树有没有随着花和果变化呀？没变的，还在那样。明年还开花结果，它不变的。那梨树就是本体嘛。那花果是本体起作用的现象嘛，生的花果。自信是本体嘛，善恶祸福就好比你的花果，善的就是苦果，恶的就是苦果，哪来的本体生出来的？你看见这个人善，你也见他本性了；看他恶，你也见他本性了。为什么？本性迷了就恶，本性绝了行善，本性圆绝了念佛成佛。你看，明白了本体，明白了现象。你怎么能不成佛呢？我们迷失本性的怎么能成佛呢？离了自性去找佛，那不就越找越麻烦吗？为什么学佛会成佛？离了自性去找佛，那决定得找佛。为什么？心脉密佛了不可得呀！他心脉找佛，怎么能找到佛呢？说天地万物啊。一切办法都是从那一个根本生出来的，
这个根本就叫做本性，叫本体。而在世间这些哲学家里面，东西方的哲学家，古今的哲学家，都在那里探讨本体，可是呢，都没有找到。个人说个人的，都不能叫大众心悦诚服。所以说呢，就很多了。所谓是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唯心、唯识，甚至于讲唯物，都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实在讲呢，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把这个事实真相呢，在《大乘经》里面为我们说出来了。佛说，宇宙万有的本体就是那个根源是什么？佛讲的是心，就是心性，就是本体呀。你看，佛讲什么呀？就讲我们这个心性，讲这个本体。所以说没有本性的，那你明心见性呢？天地万物啊，都是他变现出来的。说这些哪来的呀？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是他能变。就是我们这个心性啊，它能变啊。宇宙万物呢是所变，能变的就是一个，所变的是无量无边啊。能变的是一个啊，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真心啊，本性。大乘经上常讲的真如本性，就是这个。说能变的、所变的是什么？你要知道，能变的就是这个本性，叫大地呀、啊，它能生万物啊。那个能生万物的就是本性，本性是实相，实相呢没有万物，它能生万物。但是呢，实相呢，它不可得万物。你说大地能得万物吗？得不到。能生长万物，它想得到万物得不到。为什么呢？万物它是因缘生灭的，它是一个假象啊。你像春天播种到秋天啊，这个植物啊生长这个过程就是假象。像我们种的玉米啊，从春天它萌芽到秋天它结果啊，这个玉米的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其实是一个假象。到秋天把它割倒了，放在地里面呢，哎，它就枯萎了，它就没有了。第二年呢，它就腐烂了，就回大地了，那一个假象。那智性也跟这个大地是一样的，说到万法呀，也是假象，还不可得。我们就是要明白这个道理呀，这个道理事实搞清楚了，我们才能理一切相。不随境界住了呀，否则的话我们就朝向生息障碍了。我们要知道能变啊，所变能变的是一啊，不是二。能变的是一个，所变的就无量无边。像我这个嘴巴啊，我这一个嘴巴呀。我这一个嘴巴能说无量无边的话，能听得懂吗？这个嘴巴是能变的，是一个所变的，所说的话就无量无边了。你就明白了吗？能变跟所变，能生跟所生的，你把你自己身上对号，你别往外面对号，往外面对号永远都对不上了，听明白吗？佛法讲的明心性嘛，让你明白能变跟所变，能生跟所生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的啊！你自信能生心啊，能生心啊，心就是所生的啊，性就能生，能生心，生什么心？哎，生善心还是恶心还是净心？那就是所生的，那善恶就无量无边吗？是不是各位？
无量无边的善恶就无量无边的生死轮回啊，就六道轮回就开始了。能变的是一个，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大乘经上常讲的真如本性，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到底在哪里呢？在不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楞严经一开端就找这个，所以读楞严经啊，那佛跟阿难尊者两个呀，干什么呢？这个师老师跟学生呢，就教我们找心。凡夫迷了吗？迷失本性了吗？他们两个老师跟学生就在表演，他们两个讲给我们听，啊，你这么想就好了，你就用心听了。你要说他是给阿难讲的，跟你没关系，那就麻烦了。他们两个教学给我们听，给我们这些迷惑的众生听，让你从中就找到你的知性了，就明白心了。释迦牟尼佛叫阿难去找心，阿难很聪明啊，找了七个地方，啊，佛都否定了，都摇头说不对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们还找不到七个心呢。说阿难尊者啊，找了七个心，佛都摇头。那我们能不能找到七个心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找不到。阿难居然能找到七个地方，所以说不在内，不在外。啊，这段话诸位要读楞严，才真正的了解这几句话的味道。为什么说不在内，不在外呢？正因为它没有形象的，也没有色彩，也没有相状，但是呢它有啊，不是无啊。所以佛法里面常用一个字来形容它，空。空就不好懂了，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它有啊。我刚学佛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学佛讲的四大皆空，不对呀，怎么能四大皆空？这什么都存在，怎么能四大皆空呢？不理解的。后来也是听老师讲法呀，然后读经才明白啊，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是真实存在的，空是不变的，空能生有吗？能现外有，但外有呢？外有不可得，它是空现的。这么个空，不是空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看大地上长万物，你说大地上有没有万物啊？有没有万物啊？有万物，万物可不可得呀？大地本来空，没有万物。但是它预言就能生万物，那万物可不可得呢？万物不可得，万物生灭吗？生灭叫空相，生相灭相叫空相，啊，那个大地呢？它本来就空，它没有生相也没有灭相。万物有生有灭，大地不生不灭叫实相，实相里没有生灭的妄想，所以实相就。实相叫空，实相现在妄想，妄想有没有啊？有的生灭，它变化叫无，叫无，无有没有这个假象，并不是说这个实相没有了，实相实实在在，就因为实相不变啊，我们才要来认识这个实相，要表达这个实相，实相就是本体，本体是空的。他什么都没有，
他作为文献外有，他本来没有，没有叫本空，本空岂用文献外有？好比这个杯子，杯里面没有水，叫本空。你说杯里有没有？有啊。有没有水？没有啊。空的吗？它能现出来水啊？那杯的本体叫本空。你说杯里没有吗？有啊。杯里没有水，没有水，这个杯子叫本空，叫本性，叫本体，它是空的。但是能装一切水，所有的水都能装，它能启用，这个意思。心经里面呢，也是讲这个问题，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是讲现象，空是讲本体，你看，所以你读心经啊，你学心经啊，你要明白，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什么意思啊？它就讲现象，讲本体，空是本体，啊，色是现象，啊，色从哪来的呢？色是空变现出来的，啊，因为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变体啊，也就是说你不明白这个本性啊，那你学佛你就会离体，离开本性了。而念佛呀，就是让你回归本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回归本性，回归本体。你看你要明白的，你不用告诉你的，你老就自然老是念的，为什么？回归本体，不住妄尘嘛。妄尘是生灭的、无常的假象，本性是实相，是不生不灭的。你明白了，你还会着妄相去吗？你想得到那些生灭变化的假象吗？不可得的东西吗？你就自然，什么叫智慧呀？你知假的，自然就离了，就放下了。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理，你不懂啊，不通啊。理你不通，你就找事相上面去了，事相上面你就障碍了。说理通，事无碍，这事相上面就没有障碍了。说色是从哪来的呢？色是空变现出来的，所以空，空是体呀，体它是能变啊，色相呢是实变，就像大地呀，大地本体叫空，是体，大地上长的万物啊，就是色相啊，色相呢是实变的啊，那个大地呢本体呢它是不变的啊，我这么说是让你能明白，我们打那个法器那个木鱼。大家你在早晚间能听到打木鱼的声音吗？那就是让你开悟的。那个木鱼本体叫完备了，木鱼发出能发声音的，能发出声音的本体叫空，空性。它起作用能发出声音，声音是木鱼所发出来的。能发声音的叫本体，叫能变，所发的声音叫声。声音叫色，本体木鱼本体叫空，空能现色，色又归空，你听懂不？什么时候归呀？当触生水中灭，你敲木鱼你就开悟了，咚咚咚咚咚咚，当触灭，当触生水中灭，什么水中灭？所生的水中灭，本性不灭，不生不灭。你从中不就悟到了？那是法器，那个法器就是让你明白这个体跟用的、色跟空的、性跟相的、理跟事的都在那里面了。你读三藏十二部你也不开悟，你打法器就开悟了。说我们天天都在想什么？把精力都用在什么地方？整人、好事、烦恼都用在这上面，这不悟啊！我们叫耽误，不叫开悟。
我们四五十岁了，没多少时间了，每天还不勤修戒定慧，听经闻法，找到悟处吗？你得找，结果得找到悟处吗？你悟后起修，你念佛也是悟后起修啊。你不开悟，你能老实吗？你看现在的妖魔鬼怪搞乱七八糟的，佛法是让你不乱，不乱的，哪有乱的？本来无一物，哪来乱呢？现在我们为什么搞得这么乱？无印是这个空性啊，你能不乱吗？你着相是就指定的乱，离相哪有烦恼？乱了就是烦恼。一定要记住，佛法是断烦恼之法。为什么有烦恼啊？住在所变上面，所生的一切境界上面，就是心住沉静的，你就生烦恼了。在读《金刚经》啊，师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为什么离一切相呢？所变的，所变所现呢，都是假的呀。有没有？有啊。可不可得？不可得呀。我们小时候看天上彩云，天上彩云往上看，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污染呢，各位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彩云现在一道一道的彩云，美不美啊？那是真美啊，美可不可得呀？不可得，为什么？所变所现的呀，不可得假象。佛说世间一切通通都不可得。慧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就是说所变的一切本来都没有。说你生什么烦恼啊？本来没有，你烦恼什么呀？为什么说学佛为起？你学佛以后，你才能真正的得到那种真乐，叫极乐。为什么？没有苦啊，哪有苦啊？苦是你着了所变的相上生出来的苦，苦是你自己不觉照的，觉了就是乐，哪有苦？说你不用制造苦去，那本来也没有苦，也没有乐，叫极乐。你造什么苦去？你贪就苦，不贪就是乐。这佛拿标准来衡量，那贪嗔痴的那就有苦了，没有贪嗔痴哪有苦啊？说你从早到晚这一天念佛，你哪有苦？你没有苦吗？你不念佛，你还得苦不苦？人事物啊，这事儿都全来了。为什么来了呢？你找所见所现的相声，你能不来吗？看张三不对劲儿，看李顺不顺眼，就你好。你不念佛，你好什么？你好？你哪儿好啊？你心不好。你哪都好，你长得好，你脑袋抹的流光面样，你心不好没用啊。为什么？你烦恼啊，懂不懂啊？你心不好你就烦恼。那你长得像猪八戒，你心很好啊，你也是佛菩萨呀，对不对？那猪八戒表法的吗？人家不也成佛了吗？猪八戒都能成佛，也就是说猪都能成佛。您都能成佛，为什么经过教化了不就成佛了吗？不是净坛使者吗？那我们为猪成佛了吗？我说什么意思呢？你就别每天找手边的相上去了，知道不？凡说有相，你都当作西方极乐的圣境。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向求成西方极乐世界，我能不能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啊？如果你心清净了，十方都是极乐世界，哪不是极乐世界呀？你看哪一个众生不是阿弥陀佛呀？是不是各位心中不分别？心中无执着，说佛是西方；心中无分别，说佛是极乐。
周成多少，就因为你有执着，你有分别，才说极乐才变成说佛了啊！你不要厌烦这个世界，你要厌烦的是你的错误的想法、说法、做法跟看法，它是烦恼，世间没有烦恼。你说天烦恼吗？还地有烦恼吗？这不是自寻烦恼，自己着相就生的烦恼。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看不惯别人，是不是？看不惯别人，瞧不起自己，还有瞧不起自己呢。你要认识了这个事实真相以后啊，你就恭敬你自己了啊。那么《劝发菩提心本》里面会讲啊，尊重恭敬己灵故吗？己灵就是恭敬你自性啊，一定要知道一切众生的自性啊，与佛二本体都是一样的啊。说你要恭敬你的自性啊，怎么恭敬啊？哎，要修善，要念佛，你才是恭敬你自己。你都不恭敬你自己，你怎么能去恭敬别人呢？你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不认识这个本体啊，你生不起来恭敬心。所以我们修行啊，都用的是分别心。这个道场好，那个道场不好，这个师傅正，那个师傅邪。我的妈呀，谁敢说这话呀？这是分别的人才是说出来的话呀。不分别的人，觉悟的人他不分别，他不正是个迷，迷他是没受到教育，没受到法化。他正，他觉悟了。你不要去说人家邪，他正的。你问你自己是正还是邪？自性里没有正邪，所以这个道场要想行了，大家心里不正邪；佛教要行了，大家不分别、不对立、不搞正邪。觉悟的帮助，不觉悟的就完了。不要去互相诽谤排斥，那么就是自己造烦恼、造障碍。啊，说我们种读心经呢，要明白色是什么意思，空是什么。色是现象，是所变的现象；空是本体，空性。空能现有，有要归空，因为有它不可得，所以还是空的。啊，叫我说话，你好，哎，这不就有吗？有我说话的声音吗？哪来的本体？本体你看不到，看不到啊。那你听我说话，你就认识我的自性本体了，是不是各位？这是最直接的。你好，你就知道了。啊，这句你好从哪发出来的呢？在没生你好之前，这句话那是什么呢？那就叫空性，那就叫实相，叫自性啊。它起作用就能生出来你好这句话。你好这句话呢，是当初生水出灭了。你说所生的这个色呀，是当初生水出灭。这空呢，没有谁叫当初生水出灭这个色呢而灭掉，那就从中就明了了，什么是无常的，什么是真常的。啊，无常就是变化的，真常是不变的。那你要执着无常变化的呢，还是要皈依这个真常不变的呢？这就是智慧。他不住无常变化的啊，心无所住，心无所住是不住无常变化的，这个假象所变所现的一切境界，要回归啊，这个真如本性，怎么回归？无住就回归了，大家听懂没有？你不住，你一切境界就回归，就是本来面目，就口心，就这样的啊。那我们念佛法门什么意思呢？哎，你不是不能做到心，你做不到心无所住呢，我们就阿弥陀。把你的执着妄想分别都给放下，转迷成悟了啊！就是空色一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色一如了啊！所以空啊，空体能变，色相是所变。
我们也不要费这么多麻烦啊，因为很不好懂啊，也很耽误时间啊。我都学这么多年了，才能体会一点啊，跟大家去分享嘛。那初学同学念这心经念好几十年了，跟你说实话吧，念心经念好几十年了，念无量寿念好几十年了，不明白什么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人念老不明无量寿念了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读经典呢，你学经典要知道大乘经讲的是什么，体相用。我每次跟大家学习我都讲这些，为什么？你一切法不离自性啊，不离本体啊，本体就是自性啊，自性能成万法呀，万法要回归自性啊，万法通通教你回归自性的呀，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这是破迷开悟的教育，哪有迷信的？你学了好几十年，你为啥不懂啊？你不学，你还能怎么学呀？我们用一个比喻呀，啊，诸位信心体会就可以明白一个大概了。在座的各位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这个经验啊，都做过梦。梦中的境界从哪儿来的呢？一定有个能现梦境的这个本体。这梦哪来的呀？得有一个本体啊，一个东西啊，那怎么着出来的梦呢？我们把能现梦的那个东西比喻着心性，梦中现的境界就是色相，色相的境界是能现的体变现出来的，所以色相是假的，能变那个是真的啊，这就讲真跟妄。真跟妄，你要明白这个真跟妄啊，性跟相啊，理跟事啊，因跟果啊，体跟用啊，那叫通达无碍啊。在佛法里面讲的叫神通，这个是神通啊。神通是指智慧说的，通达无碍的，对事理因果性相体用啊，事实真相通通都明了。也就是说，色跟空啊，我们都懂了，都明白了。就没有障碍了，这这么多无障碍。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讲的无碍法界讲什么？就是讲这个啊，讲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无障碍。道理明白就没有障碍了。所以色相是假的。能变的那个是真的，真跟妄，佛是这样跟我们说的，能变心性是真的，所以叫真心，叫本性啊，它是真的。所变呢，所变现出来的是现象，你看做梦啊，梦里面的那些境界啊，那些现象啊，那就是假的，叫妄。能现梦的，它是真，它是真。所现的梦境叫妄，真的妄，这是最直接的。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梦，是不是啊？每个人每天晚上基本都做梦，啊，要不念佛就这梦搞多了。翻身一个梦啊，从梦中你也就觉悟了，为什么醒了梦就没了啊？那个能发梦的本性不还在着吗？但是梦就没了，梦醒了就没了，是不是？你就告诉我们了，妄不可得，真还在，妄不可得。但是呢，这一生当中啊，我们不是不止做一两次梦，但是
如果做三次完全相同的梦，不可能。如果这三次梦都一样的，有没有啊？没有。所以所做的梦呢，都不相同，都不一样，所以叫做妄象，叫做假象，就不是真的。真的是永远不变的才叫真的。凡是会变化的都不是真的。所以佛在《金刚经》跟我们讲现象，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那个凡所有相是指什么说的呢？就好比梦里面梦的那种现象，那种境界就是虚妄的。梦醒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而我们就现前，就是当下现在，你听我说话或你看的这一切，人生就是梦，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要觉醒，我的身体还有我身外的一切，佛讲的我跟我所，都是那个真如本性所变所现出来的。它叫妄，这身体叫幻躯，六尘叫妄象，跟你做梦里面梦的是一样一样的。就人生如梦，为什么有些出家师傅出家呢？他知道我跟我所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它无常变化的，一口气不来我就没了。你们是自假的还是真的呀？假的呀。梦里面所变的境界是假的，现实当中的一切也是假的。这佛在经里还讲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果是不变的就老不死了呀，老也不死了，因为这变化就才会有生老病死的。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发心修行干什么呀？回归不生不灭的，放下无常生灭的。怎么放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放下，念真如，不念妄尘妄想。你看多简单，这就是智慧啊！归真就是智慧，助妄就是愚痴。你要智慧，还要愚痴，傻了吧唧的。你每天争，老有争执，老有是非，老有烦恼，那不叫想，还叫真？哪有时间去说那些事儿？说实在的话，让一个修行人讲是非，论长短，攀高低，执着对错，没有一个人干这事儿，根本就没有那个人啊！为什么？人知道站在那谁不归真的，谁助妄的呀？谁看得过你啊？他不觉悟省事儿，觉悟也省事儿，生成佛的事儿；不觉悟生的是轮回的事儿，是受苦的事儿。什么时候受苦啊？什么时候生事儿？什么时候叫受苦？为什么生气了吗？生烦恼了吗？说你不会生事儿，你就生出事儿了，像生孩子似的。在座各位不都因为生孩子出事儿了吗？有很多都是生孩子出事儿的，孩子不听话，气得要死，出事儿。你生的那些事儿，就跟你生的孩子一样一样的。你生越多孩子，你事儿就越多。一天生的事儿越多，你烦恼就越多，你就没办法处理了。所以要生什么事儿呢？生觉悟的事儿，生阿弥陀佛呀，别生烦恼了。佛苦口婆心的就要我们生智慧啊，别生烦恼了。智慧本来就具足了，烦恼没有了。本来没有烦恼，现在偏偏生烦恼。本质具足的智慧不用外面找，现成的呀。烦恼成无菩提现，念阿弥陀佛智慧就显现了呀。为什么？念真就是智慧啊，念妄就是愚痴啊。你多简单啊！整天要开智慧，开智慧，什么时候开智慧？
念真就开智慧了，念阿弥陀佛就是智慧了，还哪儿找智慧？你说这些人怎么像我一样？说现象呢是虚妄的，但是能现啊，现象的这个体呢是真的，能现象的这个体呢是真的。为什么呢？它不变啊，相未变，体不变啊，也就是说，能变的它不变，所变的它会变。我们在这个世间呢，你学佛法呀，你要开你的观察智，妙观察智，你要去观察。我以前不给你介绍过吗？给你讲过吗？我们后山有一片梨树，春天梨树开花，我就去那儿看梨树开花。看梨树开花，我终于悟明白了啊，什么是变化的，什么是不变的？刚才我给你讲的嘛。那佛法，你要别死读那经，你要把那个经跟生活当中，跟这个现实生活去对号，你拿智慧来对号啊。佛说是无常变化的，什么是无常变化的？什么是不变的？啊，你通过观察外面的来对号自己，你马上就懂了，你就明白啊，原来如此啊。你看那梨树，春天就开花了。开花的结果了吗？果也长出来了，花也没有了，没了，花就落了。你说那个花落了谢了，花开花谢，这是不是生灭呀？这是不是无常啊？那我就是这么明白的啊，花开花谢啊，这不是无常的吗？这花开花谢无常的假象从哪来的啊？从梨树生出来的，梨树生出来的，这所生出来的梨花，它是会卸掉的，它是生灭的，它是变化的啊，变化的是不变所生出来的，你看，明白？变化的是不变的所生出来的，不变的不随着变化的而变化啊，你观察就明白啊，它变化。这个梨树啊，它花它变化，梨结了以后它也掉了，也变化，叶子也没有了，也变化啊。这个梨树它不变啊，梨树是本体，本体是空，空能够生梨，生出梨，梨子能结梨这个果子，还能开花，还能长出梨树的叶子啊。这些叶呀、花呀、果呀，都是一个本体生出来的啊啊，这本这个梨。树啊花啊是所生的，梨树呢是能生的啊，能生的是本体，是空的，空的能生这个花果啊叶子啊，能生跟所生你就明白了啊，所生的当初生的就灭，那你说花一下就一夜之间就全落光了，不是，它是变化的，你观察不到它什么时候变化的，你看它落的时候才知道啊花谢了，其实呢，生的时候代表它就要落了。我就是这么上后山看的，我就明白啊，是这样，是不是各位？啊，从中你就体会到了啊，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妄是哪来的？妄是真现的，啊，真能生妄，妄不可得，真不变。今年生梨子，明年还能结梨子，年年能结梨子，但是梨子不可得，树叶不可得，花也不可得，梨树还得来长。你看你就明白了啊，知性能生万法，能生善，能生恶，能生喜怒哀乐忧是非，能生极乐世界。那这一切哪来的呢？都是本体生出来的，可不可得？不可得。这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还贪什么呀？你执着什么呀？虚妄啊！不可得呀！你想得梨的梨树的花也不可得，得梨树的叶也不可得。得果可不可得？也不可得。你想得那果烂掉了、吃掉了、烂掉了，不可得。想得了花，说所变的不可得，能变的它就不变，它就这样。
也没有什么可得不可得，就是这样的，无知亦不得，也没有什么可得，也没有什么知可得，也没有什么根本体可得，它就普遍的。所以说道理呢，我们就要去悟啊，去参去悟去观察。所以说能变是真的，所变是假的。我刚才比喻这个梨树开花这个例子给你听，让你也能去观察，最好你自己也能从中观察到明白。那么因为我们学的是净土念佛的法门，归根结底还要归到这句佛号上来，也就是说不要你念梨树的花果叶子，让你念梨树，听懂没有？不要你念能生善恶的那个善跟恶，也就是说你别去念恶受罪，也别去执着小福，那福会变的吗？福尽甘来吗？要念那个能生祸福的那个智性那不变成大福报了，大智慧了，大功德了，大圆满了，就是究竟得大解脱了因为脱离了善恶祸福了，就回归本来的常乐我净了。实际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别去念梨树，念梨树叶的念花果去，那就不永远都不可能。那梨树呢，就本来就这样的嘛，因为你只说梨的叶子花跟果，你迷失梨树了，所以才要念梨树。你迷失自性弥陀了，所以才要你念弥陀。如果你认识弥陀还要念弥陀吗？佛不念佛了，佛念佛干什么？佛也不拜佛，佛拜什么佛都觉悟了，对不对？那谁要学佛，谁要拜佛，谁要念佛呢？我们不觉，我们就要去学。我们念妄想，念妄境，那我们就要回来念佛。这个道理要搞清楚。宇宙是他变现出来的，诸佛菩萨也是他变现出来的，天神呢，上帝呀，还是他变现出来的。我们现前自己的这个身体，以及我们接触的世界，也是他变现出来的。谁变现出来的呢？自性，自性变现出来的。佛给我们讲啊，还有我们不能够见到的恶鬼道、地狱道也是他变现出来的。十法界依正庄严依就是生活环境，正就是本人，十法界的人以及他生活的环境，通通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呀。所以以前呢，刚学佛的时候我们也迷呀。我刚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没学佛，我家里面呢，同学就说，人家都去寺院呢，生个吉祥树，保佑发财，保佑家里平安你什么也不信，你也去生个吉祥树去吧。那个时候不懂啊，然后我说那去吧。那你说人家告诉你干啥就干啥，你不明白吗？我去了，我一看寺院，一看这满院子全是写树的呀，黄树、白树写一堆一堆的呀，然后就装那个树桶里面就生点着了，点着了呢还听声。如果响大的时候，佛菩萨答应了，就砰的一声，这佛菩萨答应了，你这事儿就能成了，没有坏的，没响的特别失落，也烦着，这佛菩萨不灵，没保佑我。你还笑吗？肯定干过这事。我上寺院佛菩萨面前烧香磕头许愿，要干这要干那的，就干这事儿了。当我学金刚经的时候，我就豁然开朗的明白了佛说的，人像我像众生像寿者像事相是假呀，性是真的呀。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下心也不可得，善心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呀。
为什么都是心照的呀？福是心照的，祸是心照的，不善是心照的，佛是心照的，凡夫是心照的，都是心照的。心照的求谁呢？说求佛，佛教我们要求心呢、啊，求心觉呀、啊，要修心呢、啊。所以我这一看呢、啊，哎呀，大家不都是求佛不求心呢、啊？所以那就跟大家介绍嘛、啊，就介绍法师讲，向大家学习，没有我的什么意识在里面的。哎，佛说的，法师讲的，跟大家分享，分享什么呀？求己，别外求了，求心，心觉就求佛呀。求佛是要求法，求法就要心觉，心觉就做佛。怎么能觉呢？对所变的一切不执着，不妄想，就叫觉呀。也就是说，对所变所现的一切不生贪欲，不生嗔恚，不生愚痴，要生戒定慧，要生阿弥陀佛，要求这个。所以说觉了，觉悟了，不外求了，无求了，迷了呢，到处去求。所以你也不是说我呀，我走的地方很多了，我就成佛了，错，知道吗？我东山跑，西山窜，我到处去闪电没用，那就是在制造灾难。道理要悟明白，觉悟觉悟，你要悟明白。你去南山呢，去北山呢，你去请法去，把你不觉悟的，让人家开示你，帮你觉悟，不是乱跑的。禅家有一句话讲啊，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就是哪个人的啊，就是哪个人他真正的明心见性了。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大地无寸土啊，才晓得原来一切都是智性啊变现出来的，而我们现在呢，所迷的就是迷了心了，就是你一时真心本性了，识得心，明白性了，大地无寸土了，就是了无一物了。因为自信里面就无一物啊，像我拿我做比喻，你听啊，各位说，你说我这个心里面呢，还有口里面呢，有好话，好善语、恶语、法语，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哪来的？没有。要知道，本来没有善语。也没有恶语，也没有清净法语，什么都没有，能不能生啊？能生外语，能生善语、恶语，还能生念佛不就是法语吗？诵经不就是法语吗？也能生啊。本来有，本来没有啊。本来没有能生一切呀、啊，本来没有叫无寸土啊。那心里有没有贪嗔痴？没有啊，叫无寸土，就是本来无一物。你往自己身上对号就明白了。我们迷了自心，迷了自性啊，把这个东西迷了，那就苦不堪言了。而我们现在啊，一天到晚的就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下面是什么？就是胡作妄为。先去乱想，然后就是胡作，胡思乱想，什么都想，想就敢干了，这是妄想，这是没有智慧的想法。然后呢，就造业受报。有很多人就问我呀，哎呀，彭居士啊，你给我看一看吧。我说，大家有一个误会呀，就是因为学佛就会看什么事儿啊。我说我是学佛法的，就像在学校上学的学生一样啊，我不是医生，我也不是
有神通那个神仙，那我看不了这个事儿。那你谁能帮我看个事儿呢？我说我告诉你方法，你自己看啊。怎么看呢？十善业道经你对号，十善业道你对对号啊，十善业道对上号，你家就福得福。十善业道你没对上号，都是恶，你家就有祸。你自己对号了，谁给你看这事儿？谁听你天天倒垃圾倒垃圾？没人听你这个啊。有的同学说，你怎么一点不慈悲呢？我说我是学佛的，佛是告诉我们方法，你自己检查你的修行修正的。那我还能跟你回家帮你家干活去啊，帮你养孩子去，帮你挣钱去？你自己梦自己圆嘛，自己造业自己受报，那别人怎么代应得了呢？我有我的因缘，你有你的因缘啊。你学佛的就知道你这个因缘果报是怎么来的呀。你不学佛法，你不彻底明白，你今天我教你的，没钱我给你300、200的，那一时的呀，花了我不还是没钱吗？你今天这个错改过来了，明天你又犯了，杀盗淫妄酒又犯了，你不觉你就还是改了，照了改，老改，老改老犯，老改犯吗？你真明白以后，你就老也不犯了。为什么？你知道后果了。所以我们的报应啊，不是天降的，也不是地生的，都是你自己胡思乱想、胡作妄为来的。你别怨天，别怨地，谁也别怨啊，就自己不起。所以我们现在国家领导多好啊！你看我们从胡锦涛一直到我们的习总书记，这历代领导。现在是大力的弘扬佛法，弘扬传统文化呀。尤其是习主席上来以后啊，你看他出国啊，上欧洲啊，上印度啊，上斯里兰卡呀，他讲印度的高僧啊，哎，上中国传法呀，还讲中国的啊唐三藏法师啊到印度请法呀，还讲那个金敲诀呀，韩国的。朝鲜的金条爵到中国来啊弘法呀，那你看我们的国家主席都讲这些啊，他都知道啊，佛教是智慧的教育，真正学佛才能社会安定和谐，人心才能向善，才能清净啊。你看我们多有福报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学佛了，我们都明白了这个善恶祸福因果报应，我们大家都修行。如果全国人民十几亿人口都修行的话，你说都是修行人，那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不人间极乐吗？是啊，那为什么不修行呢？不明白，不明白修行是这么重要的。哎，所以学佛正思维，就你的思想要正啊，正业、正命、正思维、正经济、正语，这八正道啊。如果大家都按照八正道去修行，按照十善业道去修善，你说你哪有灾难？你说这好人都倒了，就因为他呢？倒多少啊？一倒一片一片的，是不是？啊，我说这个倒了呀，就包括我们在内都在倒，有贪心的都倒了，起不来。有一天你上医院能不能倒了吗？你为什么上医院？贪没到，贪不到，天天上火生气，就进医院全倒了。真是可怜呐，可怜就是不觉造成的。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我们要知道，是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离开心性，无有依法可得。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相。所以呀，我们学佛的，一定要相信
六道轮回，它是苦的。你别贪求在这个人间天上，咱们大家不都是在人间吗？人间有没有乐呀？你说，那佛讲的世间苦啊，没有乐。以前我看当官的有钱的，哎呀，你看人家了不起啊，当官发财了。现在我不敢看了，我看他们可怜呢，是不是？同情他们，可怜他们。他们要不违法犯罪多好，他们都是社会精英，能为社会大众服务。看他们就可怜了，我都想哭。看他们，对呀，他们都多好啊，但是贪心没放下呀。你说苦不苦啊？你看有钱的有势的苦啊，没钱没权没势的还受人欺负更苦。种地天又旱了，雨又下多了，完了也不行，完了这个世间种种的苦啊，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啊，这些苦是哪来的呢？佛在经里面讲的，五人现前一念心性啊，一念心不觉照了苦。那一念心要是一念心性现前了呢？这一念是真心，是本性啊，人人都有啊，不但我们人有，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的一切众生与诸佛无二无别啊。这个无二无别呀，你要搞清楚，不是相上，这个相上啊没有差别，它讲的是性体上没有差别啊，相上有差别，性体上是没有差别的，叫无二无别啊。所以说佛看一切众生啊都是佛，为什么？他见性。凡夫看一切众生啊，看佛他也有差别，知道吗？就我们看见佛不太像，他也很分别的。我就喜欢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各位着相了，我就喜欢阿弥陀佛，就这样喜欢。我们是见相就见性啊，不要你着相去。我们很多菩萨们学佛都是因为着相生了障碍，着人相，着佛相，然后佛还告诉我们本来无相，我们偏着相。我们看见佛像呢，就看见老师提醒自己别着相。啊，看见出家人呢，要提醒自己别着相，着相是仰慕，离相是清净。人出家人要清净护天生，怎么清净的？离一切相就清净了，心没有挂碍，清净了。我们去找人家相，然后使自己心生障碍，这都是跟修行没有关系，不相应。五人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一念就是真心啊，是本性，人人都有啊。我反复一句，让你明白。你上哪儿找这个真心本性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生这一念就是真心，就是本性。你生一善念也是真心本性，生一恶念也是真心本性。啊，听懂没有啊？那恶念也真心本性的，对呀，那恶念哪来的？恶念不也真心本性生的吗？要搞懂了，恶念也真心本性生的，真心本性迷了就生恶念，真心本性绝了就生净念。那善念、恶念、净念都是真心本性生的。为因此，你见善人也是佛，见恶人也是佛，为什么？那智性是佛。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呀？我们着相去了，一个恶人啊，见恶人憎恨，像老鼠过街，人人喊踹呀。老鼠过街不是很打吗？那学佛能打吗？那人佛不是不打。你看这个差别就在这个里面呀。
说念阿弥陀佛，那谁在念阿弥陀佛呀？那禅宗要问你啊，谁在念佛呀？你不都明白还用说吗？就不说了啊！问你谁在念佛，你都不吱声的，为什么？还用说吗？还说我吗？不用说了，明白了还说什么呀？弥陀念弥陀吗？说一念呢，就是真心本性；第二念呢，就错了。说人家一念呢，就是真心本性啊。那我们呢，生第二念了，第二念就迷了。第一念是本性，第二念就变成妄想执着了，还要在现前明白。不是上外面唱，死了以后明白，不是就现前啊，当下你念心啊，你要往这来回归，回归一念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说你在生活当中，你在修行当中你要锻炼自己呢？说是简单，做上难呢，不容易啊。为什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啊，舌头尝，身体感受，心知知道，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不容易把它都断掉啊。如果你没有看破的功夫，你怎么能把它放下？不容易。就是在这儿看破放下呀。我们没有这个功夫，我们就会被外境所转的。为什么会生心呢？你看我们看见人，第一面看见人，如果看见这个人阿弥陀佛，就本性清净，要绝，第一面就绝。看见你了，阿弥陀佛，为什么第二个念头叫绝，叫佛，啊，要清净。生第二个念头，哎呀，这个女的长得真漂亮啊，完了，就这么完了，怎么迷了？就这么迷了。我们不是生第二个念头，这个女的长得真漂亮。这个女的，智者看这个女的，这个女的是阿弥陀佛，她本性是阿弥陀佛，她随着业流转到世间来啊，现女人身的啊，她本性是阿弥陀佛，她就是阿弥陀佛完了。我们一看，这个女的长得真漂亮，这第二个念头真漂亮的。妄想啊，漂亮，哪有漂亮不漂亮的？能不能娶家做媳妇儿啊？这个女的长得就是我心上那个人啊，那个女的长得多丑，不行，执着这个女的长得漂亮，分别那女的长得怎么丑？你看，看一眼，生一大堆心，对不对？看了没动心，不起心，不动念，原来啥样是啥样，没受到养。没受到影响，这是智者呀。我们看到以后，我们看怎么看呢？我们整天想的，我都28了，媳妇儿没娶到家。哎呀，怎么找不着我相应的人呢？整天在那思想胡乱想琢磨的，那两个眼睛跟探，就跟摄像机探头似的，正在探索呀。是不是这样？笑啥呀？你不这样能成家吗？不都搜索自己的目标，就胡思乱想招惹吗？这第一念没保持住，生了第二念，第二念就是妄想执着，妄想执着，这业就开始了，烦恼都从这儿来的呀。本来清净的，但是动了念头以后，自寻烦恼，是不是各位？那你回去找我呀。我的女同学找我呀，说我家的孩子呀可不听话了，怎么办呢？找我呀，我说怎么办？当初你干什么来的呀？他恨的怨的，我说你劝别恨也别怨，但是你生出来了。他说他闭嘴无言呢，生出来是不是我生出来的？各位，怎么不是你生出来的？
你不觉什么出来，你的痛苦烦恼都跟你生的孩子一样，不觉什么出来。那他不生孩子吗？对，就不应该生孩子。那么世界一个人没有了吗？世界本来就没有呀。你说的话反动吗？一点没反动。各位说世界有人吗？没有人。有业就没有人，没有业没有人，哪有人呢？你上沙漠里看一看，我这身心态我也 有所悟啊，你知道吗？那大沙漠呀，真的一个草也没有，一个兔子都没有。我问他说有没有蚂蚁呀、啊？他瞅我，他那个同学就瞅我，这么瞅我。他说连一滴水都没有，还能有蚂蚁啊？50来度还蚂蚁，什么也活不了啊？你看，那就太，那我才知道啊，这个世界一个人都没有，听到没有？它不适合人生存，动物生存，植物生存就什么都没有啊。我想，其他星球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它不适合人居住，那个世界就没有人，它哪有人呢？那我们怎么来到这个世界做人呢？得有业障，怎么业障呢？第一面你看了啊，你又成了第二面，又成了第三面，完了，说你给你自己搞的稀巴烂，你看你的生活是稀巴烂的，是不是各位？从早到晚上忙得不亦乐乎。从生到死的忙的不亦乐乎，不是稀巴乱吗？叫心乱呐、啊！没有几个人心不乱的，是不是各位？有心不乱的吗？很少有心不乱的，为什么？老生心，见相就生心，见相就生心，生那么多心，那能不乱吗？像大地里面撒好多种子呢，你说大地那它不长草？不长不，它能不长？它撒那么多种子呀？说第一面就是智，第二面就变成石了，石就是妄石啊。说念佛干什么？转石成智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把石变成智了。要不然你不念佛，第二念头升起来，第三念头升起来，麻烦了。追逐妄想啊，越想越多，越想越多，都想疯了。想疯的人有没有啊？我说话一点都不过分的，是合情合理的。真有的人想疯了呀，有想发财想疯的，有想人想疯的，要嫁给人家不要他想疯的，有想事想疯的，竟然好事，好事还实现不了，想不定的。所以说我们第一念头升起来了，第二念头就把它转变成阿弥陀佛了，你。转迷成悟，转凡成圣，就这么转的，太简单了。所以你不相信，没有几个人相信的。他还要搞这搞那搞一大堆，没有用啊！还要搞这搞那搞一大堆，你就这么简单道理你明白了，你把念头转过来，你转换成真的，你搞什么都是这个目的，你搞那一大堆干什么？我教育帮助别人，你没搞多，自己绝对不能搞乱了呀！搞多就乱了，不知道偏哪里去了。所以我们修行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实质啊！实质什么？实质是心念呐、啊，心念不变了。形式上不管怎么搞，念头不变，始终不变的。也就是说，第二念头、第三念头不要没有了，始终一个念头啊，坐而不坐，不坐而坐，不随境界转。不生这个念头，不生心的，生心是妄想执着，那不是烦恼吗？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一念啊。我们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要保持这一念，这一念要保持住。在佛法里面，那就叫成佛啊，保持不变啊，就是成佛。啊，对一念不变。
保持不住啊，就叫凡夫；保持住了，叫成佛，就不叫凡夫了。为什么呢？第一念的时候，我们没有起分别执着啊。比如，我们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时候叫做第一念啊。第一念，外面世界一定是平等的，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邪正，也没有正妄，当然就没有厉害了。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你所有的烦恼从哪来的呢？就是你生了第二念，第二念、第三念，就念就无量无边了。无量无边的生死就是你念出来的。所以要你于此境界上面呢，断恶修善。怎么断恶修善？一切境界都平等，一切众生都平等的，不去分别，不去执着的。为什么学佛的人叫师父傻子呢？不要想那么多，这么个傻子。但是不是说你不做饭呢，你不穿衣，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些事都要通通去做，做完以后不执着，不妄想，回归本位上来。那你说你这在家居士，你成家立业了，你什么事那些事你不做了，不做人家给你不正常的学佛学偏了。但你知道真的呢，那些事儿都随缘做的，要是还要做好，做像模像样的，但是不生执着，不生妄想啊，唱戏给你看呢，自己不贪恋，自己要贪恋，那就是制造灾难的，这叫唱戏呀，这叫就智慧，在这个世间做佛呀，得会做呀。那我们没有家。行了拖累了，我们都不会做。为什么我们不懂呢？我们生心，不知道外面境界一定是平等的，它没有善恶，境界没有善恶，没有好丑啊。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生的分别，好的丑，善跟恶，是跟非，对跟错，正跟邪，智性哪有正邪？哪有善恶？没有啊。万法都是平等的啊，这个境界叫做一真法界啊，这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我们大家知道，十法界一正庄严的，那十法界是哪来的呢？就是我们的一念心啊，照的心照法界，那佛法界也是心照的，对呀，佛法界是觉照的，一念心就是佛法界，那一念嗔心呢，就是地狱法界，一念贪心恶鬼法界，一念愚痴就是畜生法界，都是一念心照的，所以说是一不是二，要搞清楚了。为什么说第二念就迷了呢？第二念我们的分别执着就起来了。比如说拿一张纸给大家看，第一念的时候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并不是什么都没看到。第二念法师手上拿一张纸，就是给我们做示范。第二念呢，这就迷了。为什么呢？说迷了呢，有东西呢，他手里拿一张纸呢，第一念知道这是一张纸，第二念呢，就是他手里拿张白纸，什么都没有，上面什么字都没有，这就错了，这就错了。为什么？他本来手里就没有纸，你看了。看一眼，看到这个白纸的，看到知道它是纸就完了，
不要再去想了，再去想那就跟一面不相应，就是第二面了啊，那就是大错特错的。错在哪里呢？哎，这个东西它没有名字的，名字是别人给它起的。那你一面看见了，第二面就说：“哎呀，这是一张白纸。”你给它起一个名叫白纸的，但是那个白纸的名也是假的。老子呢就讲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没有名字，你见得清清楚楚的叫第一面，给它起上个名字，叫它是白色的，叫它是紫，这就迷了，这是你起了分别执着了，从分别执着里头就起了贪嗔痴慢了，就生了烦恼了，这是拿紫的做比喻。应该拿人做比喻就最恰当了，因为我们看见人就会伤老窝心了，对不对呀？我们看见动物也会伤老窝心了啊！不学佛看见动物就伤什么心呢？我要把你吃了，把它打死给你吃肉了啊！你想吃它？那看见大众呢，就会有的人就看就是烦恼生气，来这么多人闹。这么烦人呢，是不是这个呗？哎，就这样，现在人更这样，特性就是印着自己的性质，这就是迷得深的人啊，有点声音他也烦，人多了他也烦，反正他就怎么都烦，这就是迷得深，执着重了迷得就深。他本来没有名字啊，给他起了个名字，这就是执着跟分别啊。所以呢，诸佛菩萨呀，什么有什么本事呢？他的本事就是保持第一念永远不变。我们很可怜呢，要保持不住啊，要不变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相。所以说见什么都生死。要为什么学佛呢？为什么要学大乘佛法呢？像我今天学这个课程，为什么要学这个课程呢？让你了达实相。实相里面没有妄想，实相是能变，妄想是所变的。所变的一切你不用去管它，你见而未见，闻所未闻，不要去现在合计它了，那第二念、第三念去想它了，不要想它了。为什么妄想啊？得不到，你知道你得不到，你看到你得不到，听到没有？这是真的呀！好听的声音你喜欢能得到吗？得不到。好看的能得到吗？得不到。这美女我能得到，我娶家里面，美女娶家里面能得到吗？她不跟人跑。他不老不死的，你们还得不到。说真要得到妄是不可能的，真能现妄他得不到，这才叫无所得呀。所以我们保持不住第一念的，立刻就迷了。说为什么叫你啊别乱跑呢？你不听话呀？那老师负责任，说你学佛。五年之内你不乱跑啊，修定啊，开会呀、然后六根戒律六尘境界，你知道真跟妄啊，在这里面了断执念，回归清凉啊。如果你乱跑的话，你心不定，怎么能开会呢？你不开会，你怎么能知道真跟妄呢？你怎么能断到妄尘境界呢？你怎么能回归本性呢？你怎么能老是念佛修行呢？不可能的。现在这人叫什么等着的，你知道不？不学佛把家搞得挺好，一学佛天天往外跑，天天往外跑，待家里待不住了。为什么？外面清净，哪清净呢？一念不生才清净呢，就
就说一念不清净的念头都不生，那就清净呗。你生了不清净的念头，怎么能清净？我们不知道心是最清净的道场，是心做道场，是心成佛道。心清净，不就是清净道场？上哪儿找清净道场？外面道场清净不适合你，因为你心乱呢。我们整天抱怨没有正法道场，这不正那不正哪不正，又心不净，怎么能正？心正心净，十方都是极乐世界。心不正，去西方也没有用啊。猪八戒到上天了，不也下来了吗？天蓬元帅呢？啊，那也是福报的大的人，他不也就回来了？回来了还跟咱不一样啊。做主了呢，那就明明白白告诉我，心净就是国土净，贪心、愚痴马上就变成猪了，变成畜生。所以要保持一念呢，不要生第二念，不容易呀，所以要锻炼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从发心念佛到成佛就是一念，不要执着多少念头啊，多少念佛，念多少多少万声啊。那是方法，是帮助你，就是一念不断，这念相继，这一念不断，这叫觉呀。我们保持不住呢，就迷了。随着迷，则迷上加迷，烦恼就在此地呀。怎么迷的，怎么烦恼的，你要知道。我们学佛要懂得这个根本的道理啊，你才能得到佛法的真正的利益。真正的利益就是明心见性啊。今天我跟大家消极学习这一段，就是义大师《弥陀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先让我们辨体，辨体就是认识能生的啊，这个真如本性啊，让我们知道所生的所变所现的妄尘境界，就是明白真跟妄啊。那么大乘经典呢，都是以实相为正品的啊。那你今天学了，就要明白啊，这经典里讲什么？我们很可怜呐、我们见一张白纸，我如果拿这张纸给诸佛菩萨看，人家是见到真如本性了啊，这就不一样了啊。我们一看啊，这是一张白纸。就生这个心了，人家看呢，人家无心，人家看到白纸，人家就见真如本性啊。我们看一张白纸呢，我们就生的啊这个妄想执着心了啊。这就跟诸佛菩萨呀不一样了，诸佛菩萨看是真如本性，我们看是一张白纸啊，麻不麻烦呢？诸位要晓得，离开一切妄想执着啊，没有依法不是真性。所以古人用个比喻说啊，譬如以金作器，器器结金，金比喻的心性啊不变，器呢比作会变化的。我们用黄金呢做个手镯呀，啊，手镯不是个器，做个项链呢，那个项链呢就是个器，啊，叫金器嘛，以金做器，啊，做的器皿饰品就叫器，啊，以金做器，器器金，啊，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啊，给他做。这个佛像呢，也是器，但是这个东西呢，都可以变的。我不喜欢手镯了呢，我就把它做成项链。我可以把它打成
其他的气也不一样。所以呢，那个象呢可以千变万化啊。那个金呢，遇到温度了，遇到火了就化了啊，还可以做成其他的气啊。这是告诉我们的啊，让你知道什么是变化的，什么是不变的。这是个比喻说的。金没有变，形状在变，所以会变的是形状，不变的是本体。体没有变，就像金跟气一样，金子不变，但是呢，做的人金气的像形状呢，哎，千变万化，那就你就知道了吗？那个相状呢，它可以变，本体呢，它不变。本体起用能够千变万化，但是千变万化呢都不离本体啊。你从中你就明白了。我们要问呢，金跟气，我们很容易体会了啊，很容易就明了。我们现前的这个身体呀，现前摆在眼前的万物啊，是心性变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心性呢？要知道，我们那个身体呀，还有我们眼前所有的一切呀，当然是心性了。心性不变，它不会啊，它不变随缘的，随缘不变的。也就是说，这个心，这个身哪来的呢？这个身呢，就是心变现出来的。自性起用变现出来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呢，性是真的，这个身呢，这个心呢，是不是真的呢？它是真变现出来的。说见这个妄呢，哎，就应该见真啊；见身呢，就应该见心、见性。所以佛看到我们众生的身相呢，看到知性了，他见到佛了，见到佛性。啊，因为相就是性嘛，性现象嘛，没有性哪有相呢？性相一如啊，我们把性跟相给分开了，把理跟事给分开了，说有果就有因，因跟果是一不是二，啊，没有因就没有果呢？有果就必须会有因呢，和因果同时，理事无二，啊，是一不是二。我们这个身体到底变不变呢？我们看起来是变，如果你是一念呢，它就不变了。很可惜，我们念头是妄念一个接着一个啊，一个接着一个，永远都不停。因此我们见到的相是妄相。如果哪一天你真正得到一心了，你所见到的一切境界相就叫做实相。如果哪一天你真正的得一心呢，你对事实真相就明了了，就不是妄想了，是实相了。你就真正的见到实相。实相是什么样子呢？实相是所有一切法不生不灭。佛经里面呢有这个名词叫无生法忍。无生是讲一切法呀，那不生不灭。法是指一切法，一切法确实没有生灭。忍这个字呢，当作认可的意思，就是同意的意思，认可同意的意思。佛讲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是我同意，我认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我也见到了。我们看到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我们所看所有一切法呀，都是生灭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有生灭的心，所以看法
都是生灭法。诸佛菩萨用的是不生不灭的心，看一切法就是不生不灭，就是这么个道理。哪一天我们自己功夫达到一心了，在佛法里面讲啊，大乘佛法的修学是以这个为中心的，以这个为枢纽的。禅宗里面讲的称之为禅定，我们念佛法门呢称之为一心，这个名词上面呢就是不相同的，境界上完全是相同的。一心就是禅定，就是实相，我们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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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心。一心就是实相，就是这样的。禅定也是这样，也是讲的这个一心。一心就是无心的，没有妄想执着心，没有妄想执着心就是本来面目，像大地似的。你上沙漠里面看，一棵草什么都没有，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到河边去看，有水的地方呢就不一样了，有水就圆了，有水有土壤，有温度，有阳光，有种子呢就长植物了。我才知道这些草啊，这些植物啊是遇缘生的。沙漠里面没有缘，它只有温度，有土壤，它没有水，有种子也没有办法，它也长出来东西它就是实相实相遇缘能生，能现妄相。什么时候现呢？各位要知道，时时现呢。所以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呢，他不是说离开我们了。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成佛呀，人家见一切相如如不动，不取相，不动心呢，你知道是假的。我们也在这个世间呢，也时时现境界呀，但是我们就动心，我们就是动了心，心就执着妄想了，这就不相应了。所以你要了达实相，在哪里的实相呢？你着妄相的那个心性，性就叫实相，就你着妄想的，你生妄想的那个本体就是实相妄相，妄相是它作用生出来的。你不住妄，不住妄相就是实相。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多不可思议啊！为什么说人人都能成？你舍妄就归真了，妄不可得，怎么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老是念就一心，不成第二念就是一心呢，多高明的方法啊！但他为什么要保持念佛呢？就在此地呀，这就是无上生妙禅呐！你别在那坐着不明白没用啊，老是念佛，就是一心啊，一心就是实相。就是西方，就是极乐的，就是长寂光净土，是哪求的呀？明白了，十方是极乐，当下就现前了。不明白，百千万劫也找不到，也得不到，也不明白。所以我们呢，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跟禅宗里面明心见性是一个境界，是。一桩事情你就不要去分别他法不分别他法，也不要贪求他法，依法就圆满了，就是念佛这一个方法就圆满了，就适合我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去，一生都不换题目。不管你是初学的还是老修，今天你来到我们这个大悲故事跟我们一起学习的你听到了念佛就是觉，就是成佛，就是离苦得乐，就是消除一切的罪障，这么简单的方法，你要能相信，你能去做，你就是最大最大福报的，你也就是大智慧。你听了以后就去干了，就去念了，不耽误你学习生活，什么都不耽误，还会让你更好。
极乐不是更好？你不要说我去听了就要灭火，什么意思呢？那你没听明白不行，你要有信心，一定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这是第一大事，世间一切都是无常的，不是真的呀！你求啊，你求就是苦。你看世间人哪有几个乐的，愁眉苦脸的？为什么？要求解苦啊！要求的心就是执着跟妄想啊！佛不要你求啊，让你做，做要你无心。那种地是种完事以后，春天播种，夏天长，秋天收，冬天储藏就完了。你还挺执着，我种什么了？长什么样了？我什么收的呀？我打多少啊？我储存哪儿的呀？你有病啊！这就是种完了就完了，还要回到本位上来啊！你这一天做的所有事儿，为什么早晚课要上？通通都放下，念阿弥陀佛去，要放得干干净净的，要回归本位，回归净土。你得回归呀！你不回归，你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不？白天做的事儿你都想了，你晚上能睡着觉吗？这佛就说你睡不着觉，告诉你方法灭火，能睡着觉吗？你不就安了吗？安了就平了，就清净。你看佛多慈悲，这老师是慈悲的，我们要听老师的话呀，接受老师的教诲呀。方法境界啊是相同的，只是我们用的方法跟禅宗的方法不一样，效果目标都完全相同啊。这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啊性相的关系，这是一念心性，它是不变的本体。我们要听懂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了。是